我不是逼你的车，是因为马路不够大，你一直开出来，所以我要给你警示说我在你的前面。那你比干什么？有没有读书啊？有读书不可以这样子。好，拜拜。因为你这样子，我不是逼你的车，是因为马路不够大，你一直开出来，所以我要给你警示说我在你的前面。啊，这样子你比干什么？有没有读书啊？好，有读书不可以这样。好，拜拜。你要报警吗？我盯你什么车？我发个两声，那你请你快点走。那我干嘛？我要停车嘛。嗯，可以。你的车我扒我的嘛。报警吗？你要报警吗？你要报警吗？要报就报啊！那你要我逼你什么车？我扒个两声，那你请你快点走。我干嘛？我停车嘛。嗯，可以啊，那你停啊。你停，你停停的车，我扒我的嘛。你叫我下来又叫我走。